开始是从事啊文技五金啊，后来啊走入这个电子半导体，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大功能的导线架的公司啊。这个在整个啊汽车的啊这个 AI 电子化啊，几乎全部都是用啊顺德公司这种大功能的啊。未来的所谓的啊无人驾驶的特斯拉，都是为无人驾驶的这个飞机，这种大功能的啊导线架，全部都是顺德公司的。这次的拜马祖，然后宗教结合文创的活动，让我们顺德工业有机会在这个，我们是一个真正在地企业，我们在彰化已经有67年，我们草创于在彰化的华阳里南校街附近。刚开始的时候是民国42年，有6位家族成员开始，那如今我们已经发展为有2000多位的员工的一个集团工业，我们也是上市公司。那虽然我们的产品已经跨足高科技，包括汽车的电子，还有通信，还有在半导体高功率导线架这方面的产品，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忘记这个文具的初衷，我们持续的在发展，早期都比较偏重以办公用品为主。那在大概在15年前，我们开始着重在学生的用品。那修正带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产生。早期的修正带，因为大致都是日本货或是中国货的天下，那我想我们在地的企业必须要有一个好的一个产品，来让我们全国的朋友来用。那我们就15年前推出了，陆陆续续推出这些修正带。那结果我们相当的获得好评，那也得过国际上的很多大奖。那陆陆续续的发展，如今15年来，我们的市占率已经超过全国的50%。那今天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，推出我们2款最有畅销的产品，做成3款限量版。